Cast off. Change Beetl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萨克，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，欢迎回到萨克的方舟人事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打画中人的最后一关，对，普通难度的最后一关了 ，WR-10 哦。那这个活动呢，稍微有点点小复杂，对，它有所谓的黑白相克。对，那黑白相克就是有的时候呢，有些怪物只能被相同颜色的对干员阻挡，然后呢，对，反正就是有点复杂的一个机制。那详细的机制呢，对，我之前的影片呢就已经有告诉大家，这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机制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复习一下。好，那这一关呢，普通难度，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需要动头脑啊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打一次给大家看吧。那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阵容哦。对，那对，基本上我都是使用黄金大队来打，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好，开场先放上我们的讲职机师歌，之后呢放上任意的先锋干员，换一个位置，来放上降职跳跳虎。好，出现我劝你善良了，还记得把消灭掉。这边的机师技能一定要赶快开哦。好，我出现他劝善了，开启技能把敌人消灭，之后撤退。上赛马，赛马记得带二号技能。之后呢，放上我们的补师。那如果你这边赛马二号技能专精等级够高的话，就可以不用放补师位了。放技能，好，对，做放上我们的补师。好，这边开启机师的技能。这边要记得帮赛妈变色，因为这个魂魄呢只能被同样颜色的干员阻挡，那一旦让同样颜色撞在一起，就会产生爆炸，我觉得伤害非常可怕，绝对不会想让它爆炸。这边给他提示，这边开始对自在展开攻击了，这是个蛮讨厌的一个王。稍微等一下下，好，差不多，这边帮鸡翅哥变色，把自在这个护盾打掉，这样他才不会放他的大绝。这边放小克，也这边呢要再变回来，这样才可以打到这些敌人哦。不然的话，同颜色的话打这只我会非常的痒啊。小克开始攻击他了，不用撤退掉，跳跳舞，十二节。好，开启停留的技能，开启小克的技能。好，小智在呈现无敌状态，不用着急。然后无敌状态结束之后呢，开启黄昏，直接把回波收割。OK， 那这样子把这个自在给打爆了，这样子的话，这关就完全没有难度啦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的干员练度够高，或是你对轴对的好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带少少的干员来打这一关哦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广玉乃的清流嘛，对，刚刚看了二号技能之后呢，它可以补到小克的位置，对，所以呢，其实还蛮厉害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